被打，那是有什么 issue 啊？他们矿井没有捡，哎、欸，还是撤了，还没捡，没捡。另外一个枪声在右边，要去外围。蓝烧饼丢我这哦，还是他只是炸狗？炸狗，尸体又过去了，拆水来了，是一个 ，go go go， 这只吗？里面还有，进去了吗？楼顶，我不确定，我听到他附近还有脚步声。我来看门，敌情，敌情，回报。门里，刚才门里有东西闪过。我来了。谁打？这个靠北，他妈僵尸！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一捡东西烧他哦，烧队友。这里有烧瓶。什么？炸弹，炸弹。在 S 方向，好，大刀，有打我，看到这里，哎，我忘了，小木屋后面，一枪，倒了，所以解决，干的，还不确定哦，因为他们刚刚在打架，应该还有多的，那我先去烧他，能烧的先烧，啊，先补，捡一下。我先拿提灯烧那个王八蛋。好。尸体捡一下，有没有那个急救包？我想要省一下急救包。猫，看到里面这边。他是双。另外一只捡了吗？捡了。掉了。好。脚步。小音。听不清楚，不确定。玩错，我只听到自己人的声音。听你这次赶快捡，先观察一下，捡一捡。双改进，双弹链，都是那个全背甲。Loading。他的武器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看？Mark Two。Bitter 快速子弹，走了。杨柱厂那组撤掉了，自己捡完了。这边对，捡完了。我们直接上去找那个杨柱厂，然后换那个点数。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，来不及换点数来得及，就是换点数而已。妈的，神经病一直在那边乒乒乓乓。哎，疯了他们。对啊，我丢一下毒罐。我走了，走了，冲啊！我看到那一只跟我穿用同样角色的，他中我一枪之后，他努力往下跑，就咚咚咚咚咚。然后他菊花中枪这样，直接我看到有那个双枪，想要拿全背甲穿你，对啊，就直接跟他射两枪，三枪还是四枪他就倒。然后后面那一只拿那个 Fitter 打我。也是倒了，也是被你扫倒了。Auto 起来。我人在哪？我来处理。下方。是啦，稳稳的。没人啦、啊，这样子这边其实也没人啦、啊。一组撤掉了。这边都不知道捡过了没有？庆记箱。没有死的样子。厉害！我有钱币，我有12个钱币。我也是12个。
他们原本想说要冲上来。他们如果能知道的话，应该会干死那个在那边一直开枪了吧？对啊，一定会哭腰啊！他们开枪怎么？结果突然把一组吸下来了，还是有 auto 的，他妈！转换点数在这。好。很希望你一个转角就不见了。对。啊！大回电，你是双枪，你双枪把那个博士干死呀？对啊，他穿你们啊。那子弹一直在传你们了。天气完了，往哪里走？就动植源的方向吧。还是说，对啊，因为他们也剩下，我们也剩下三分钟、四分钟了。这样子出去，再加60%，也不错啦，可以拿150几，将近160。太有了啊！手枪在第九章节要接超久，三分钟，好。黄箱被拿完喽，好。是那个太空二战塔可夫。对啊，那 Marauder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出吗？可以先。他都没有公布，他原本不是说今年。僵尸塔可夫。我在想，先把 SD 钢弹玩一玩吧。对，僵尸塔可夫是那个 ，Kira 是说那个 The Gay Before 还是有另外一个我忘记了，很久之前有看过的。踩点了，很久之前那个。那叫什么？我印象是那个 The Day Before 了。那个迪林杰的声音也太不稀了吧？西部塔可夫。中世纪魔法塔可夫。还有这个？哪一个、啊？Elden Ring。那是塔可夫吗？不是吧？塔可夫要是有他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啊，不是他，也太不算简单了。GTFO。Get the fuck out。Get the fuck out！ 科幻恐怖塔可夫，哇！直接解锁解读帧，干！哎，我以为是三四，都是一场空。有啊，喷火型的，听起来好像很炫炮而已。为什么他 loading 一定要卡着这么久？好问题。